谢谢。你们刚刚有没有很大声的唱啊？有吗？是真的很大声了吗？那我等一下这首歌，如果我中间有一部分我唱一句，你们跟着我唱一句，你们可不可以更大声？你们未必听过这首歌，不一定听过，但是当我把麦举起给你们的时候，你们就跟着我一起唱，行不行？比刚刚更大声的，行不行？行不行？好，那接下来这首什么歌呢？首先我非常的感谢，就是泸州老窖，还有感谢盛丰，让我有机会来到这边，就是唱歌给你们听。刚刚带来了，有可能是在座你们第一次认识到邓紫棋的歌，而接下来我要带来的就是邓紫棋最新的一首新歌，叫做。
谢谢。我们泸州的朋友再次把我们的爱送给我们最爱的 Jim 邓紫棋。谢谢，真的是有一种超能力。这种超能力真的让我们现场都已经沸腾了。是的，至此呢。